大家好，我是一凡。今天我们来吃这个酥肉汤，配的是这个烧饼，放点辣椒。酥肉块。这个烧饼酥酥脆脆的，这个肉炸挺嫩的，天冷了做这种汤喝着，喝起来吃完人也比较暖和。这个做法比较简单，配菜，放自己喜欢的就行。豆皮。里边有胡椒粉，麻麻的，辣辣的。这个汤是真挺好喝的。这个酥肉炸完之后，又放里边炖一会儿，泡一会儿，很嫩。里边放了有那个醋，酸酸辣辣的，还有香油，所以整体吃出来是酸辣香。泡一下，沾一点这个味的。这饼上泡满了汤汁，自己吃放的肉比较多一点。这个汤是喝一口，又酸又辣，是喝完身上特别暖和。饭还没吃完呢，我就感觉脸上热气腾腾的。那个汤里边，
这个饼是葱花味儿，里边它还有一股淡淡的葱香味儿。都给它泡一遍。特别喜欢这个饼，上面沁满这个汤汁。真的，冬天没事就应该做一碗这种热汤。这一块特别长，纯瘦肉的。感觉就配上这个豆芽，嫩嫩脆脆的，口感特别好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